观看的方式，我们先看，看看前面。他影片来不及了，你就原谅他了。他以声音为主哈。好，前面没问题对不对？我们来看看后面。前面有什么问题知道吗？跟那个影片的声音打架啦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我们就来做那一块哈。那后面多一个看回头，有没有单词？这样刚好了。那么如果你遇到刚那种，就是你可能在做第一个步骤的时候啊，我就没有把这个声音啊没有调好，对不对？那有什么补救的方法？你要一个一个回去调。老实讲，又很慢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声音的地方啊，它有一个，来，各位老师您看一下，这个模式我们有没有用过了？啊，没有印象，按下去就知道。有没有第二个模式就是我们现在用的，我们还有一个没用，就是这里，因为跟针对声音的大小声就可以用这个地方调。好，比如说您看一下哈，像我们刚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像这个倒倒，好像倒倒这边，这里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看旅游影片这里，我记得有一段比较吵，有没有？这里有一段有个声音，对不对？我先把那个整个那个这个音声音，我把它稍微调低哈。你看这有没有声音的属性音量哈？我现在稍微把它调低一点，来，我们看一下。这样是不是两个都打架了？怎么办？你可以用这个方式，我们来看看哈。来，我们从这边来好了哈，从这边，大概这里。从头播也没关系啊，反正我现在就点到这个。来，我针对这个轨道，或者是我针对我原本的视讯轨，有没有？视讯的轨道，所以有没有去看过那个 pub 啊，看那个 DJ 啊 ？DJ 比较来，降价。降低，对，我其实这个就是那个东西啦。好，那个东西，所以我们现在呢直接播。您进到这个模式之后呢，有没有发现中间都有一条线？这个就是音量的那个线，好，音量的线。所以我现在我针对这个轨道，我们来做调整。来，我们先play一下。我把那个音乐降低哈，这个报道了。你有没有发现我在调的时候，这里有那个关键格跑出来，有发现吗？有没有把它音量降低？这边有没有？好，我就先停。所以因为我刚刚是只针对这个调整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有发现这个关键格一直在起起伏伏的。好，你这样就可以比较随性的去啊，什么时候该大声，什么时候该小声，而不用说一定要局限的啊，我就哪一个影片大声小声，怎么个别调整，有时候这样就比较，当然这样不可否认比较不清楚。好，那如果万一你觉得啊，我调错了怎么办？我再把它放大一点，有没有？这里不是很多关键格吗？整段要重来，按右键。有一个叫做重色，有没有叫重色音量？点来就带。好，第二个，如果某些点不 OK， 你滑到上面去，它会变成一只手，有没有发现变成一只手？个别调整，或者你要加点，就可以加一个点进来。啊，对了，会加怎样会减嘛？就丢到外面去就不见了。哎，就拖曳的方式啊，用拖曳的方式按着拉到外面去，有没有？这样就拿掉了哈，所以你看你要几个点，就可以这个可以丢掉。所以如果你觉得像我们刚不是在上面针对这一段有时候淡入淡出吗？如果你觉得说淡入淡出好像太短了，没有关系，自己拉。有没有这里有一个点，来点到它，往这边拉动，有没有淡出的时间就比较长，就不会觉得好像突然声音下降的很快。
好，所以你利用这个方式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去做整体声音的一个设定，好，声音的设定。那右手边这个呢，环场的音效，如果你们家是那种杜比5.1声道的，还是更多的哈，这里就可以看一下左边出现、右边出现、前后出现。以前我们在听那个音响测试的时候，不是那种火车突，然后就说左边是绕到右边，那就是利用环场的，好，环场的，所以。只是大部分你大概比较少这样用了哈，比较少这样，因为我们的声音通常没有那么好哈。这样 OK 了吗？好，所以我们这一段呢，比较重要的第一个，就是说您如果从这边进来，那你就透过基本的剪辑方式把它剪接一下。第二个，透过我们刚刚的第三种模式，有没有？啊，把它调整。那还有一种模式，我刚看到了还没讲，那个就叫做。配乐大师，哎，因为我们刚刚可以发现说，你大概很少有一首歌会跟你的影片刚刚好一样长的，难免都会差一些。这个时候配乐大师，如果你喜欢它，它就可以派上用场。那基本上你一定要装 Cam Player 才够用，这个是它跟别人配合的。那从那个什么，那个叫做魏立导演看到惠真夫人有这个之后，他也积极跟他洽谈，总算达成了。所以他们新版本也有这个，啊，也有这样的功能。那它比较厉害的在于说什么？你关键呢，影片完整，我的剪改做到一模一样长。好，我们先把刚刚那一段声音，来，我先把这一段，我先把它丢到上面来。好，因为我剪过了嘛，你看声音可不可以变这样？也可以啊，你剪过再拿回来啊，下次就不用再做一次啊。好，我现在呢，把下面这一段我先拿掉。好，我的时间轴回到最前面。好，现在回到最前面了，我们来看一下配乐大师。这里面呢，它有内建有送你一些，好，送你一些，当然不够的话，可能要你要上网买。它就是把一些曲子就拆成一段一段的，好，拆成一段一段。首先你可以看到这里，它有分一个叫做音乐，一个叫拍度，也就是说不同的音乐它里面有不同的拍度，好，就会有一些变化。比如说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是什么，我们来看一个那个奥运的叫做什么 ？Olympic 有没有？奥林匹克？哪一年的？好像2004还是2006？不是这个嘛？你看它里面是练曲对不对？那种 Rise Up， 对，就是同一个类型的，但它有不同的差异，drum 的打鼓的。对不对？然后你看呢，我们跳的话，你可以看看还有什么，接一起上面，比较悬疑的，对不对？哈，有一些差异。那么我们先找一个比较适合的，我充满 movie 77啊，在我上面比较不一样的。不入书的巴哈的，巴哈的，我给他这么挡脸，大家会睡着。西安的，他好像以前有一个 island 的哈，声音类的。好，这个好了哈，来，如果你确定要，我们就按照新增到时间轴，因为下面有没有自动修剪？点一下，你会发现他很厉害，就做的刚刚好。有没有做的？这边少了一点点。好，我换一个。好，这个拿掉哈，我们时间轴回来，插入新增至时间轴。那怎么每次都到这里？还是真的啊？我影片反正的太短了，好，比较短一点。那我们先听一下头。好，有头对不对？我们看看尾巴。有没有刚刚好？就是说呢，他用这个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没有人声，因为人的声音没有办法切断，他就是把那种音乐小节，他就把它一段一段的就自由组合起来。好，所以这个是配乐大师一个蛮不错的地方。好，您如果说觉得不错，你也可以到用看看。好，所以你看我们声音总共有三种方法，第一个是内建的，第二个就是然后就是用剪接或者外面叫进来，第二个。就是透过这个调整大小，再透过我们刚刚的配乐大师，
好，配合大师来做处理。好，那我就先把话还给老师，您可以稍微试看看，尤其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声音的第三种模式哈，那个混音的部分，对我们一般在整个声音的输出。